好，接下来是实践题，来请上道具。一碗面大家轮流传，然后依次夹面，比较夹出来的这一根的长度啊，面最长的积一分。哦，明白。那从娇娇开始。我还以为让我吃，我吃啊，谁还能吃啊，对吧？这一口就没了。开始了是吧？好，来开始。行，就他吧，不能挑了。嗯。哟呀，哟呀，不能转，不能卷啊，不能卷，那完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哎。加油，巩立姣！巩立姣开始发狠了。哎呀哎呀，还不舍得呢。你看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肯定了，肯定从中间断了。啊、我跟你，今儿我发现你这扔铅球，你这腕力真是。嗯，行了吗？行了。行不行？你再不行，你自己衡量。再不行，一会儿碗都给你提起来。我们不想让你行了。起根，起根，再来根，起根，对，在下面。哎，预备，滑动。出手，漂亮，巩立姣，漂亮，这是一个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的成绩，七十，好，七十，那不是越到后面越吃亏吗？越得意也越到后边，不一定，因为剩的多，他都可以看到哪个都断了，那也有你有可能夹的就是断的那个，也有可能夹到了一根更长，哎，你这。带钱包，活该我请客，真的。那咋了？他一下就断了。他一下就断了。你慢点。这游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，太快了。咱得好好给人打个样，我觉得。嗯。那你这么加，可以，也行啊。也行，可以了，有了。四十。嘿。我们夹的不是同一根吗？刚刚四十二啊、哦，咱俩一看就是一个年纪的，按实际岁数夹，实际岁数夹的。好，下一位。结果发现郑恺加上一葱花，哦，好香啊！郑恺不会用筷子，这不是会不会的事儿。这个要慢工出细活，知道不？不能着急。不能着急。不能着急。对。哦，你现在已经超过我们了。你别最后像老秦似的。你看。在。有人陪你了，有人陪你了，我俩还得对，还要 PK。作为妈，不能太贪心啦。谢谢哥，谢哥。Baby 有成绩就行。是按什么？按什么？那个按年纪加的，是不是？有成绩就行，真的。这么稳，对，这么稳够了。按年纪加的，我这估计也就差不多吧。反不是20就18，20行，20岁，按年纪加的，那娇娇你这个，70了呗，哎，这更小，这有个3岁的，快点，你有5厘米，5.5，你们做人对自己有一点要求好不好？不是按年纪算的，01，要有点跑男精神，加一根比70长的，人家作为运动员，咱们也是，对吧？你别听这个老人家在忽悠你。那是我学弟好吗？我们俩一个学校。师姐，对，是吗？体大，对，体大，对啊。你体大，挑战一下师姐。对，必须挑战。75，至少75。慢点。别着急。对你让那根稍微回去一点，它就能，它能还能再长一些。还有场外指导的。
对。哎，哎呦，这拉的这么长啊！还有呢，这么长，哎、再回去一点，再回去点。哎，好嘞。那个你师弟啊，以前是学跳舞的，好的，第一轮结束，然后我们前面没有成绩的三位，恭喜你们进入第二轮的复赛。嗯，复赛，对，三个一起。现在夹的可不是年纪了哟。不是，他有点坨了，然后更难，他现在粘在一块儿了。对，看你们三个谁坚持的时间长。走，哦哦哦，走走，我学弟赢了，又赢了，我学弟。走，你就停在这儿，你就停在这儿。林一，哎呀，完了，林一出局了。快，你俩赶紧断了，断了，林一出局了，差不多了，断。林一出局了，看你俩谁能坚持，断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走走走。好，夹断，夹断，夹断他，夹断。好了，兄弟，电视。可以。好了，老秦有成绩了。郑凯，你小心功亏一篑。哎呀，可以。年轻人还是心急啊。哎呦。好，那第一名是。娇娇。娇娇，70厘米。现在是有两，哎呀，这地方好啊，有吃有喝。吃饭饭了，哎，终于来对地方了。哇，吃的，我哭了。节目太幸福了，是不是？怎么现在这么幸福了吗？一会儿又是要记住自己吃饭的顺序是吗？啊？哦，有这种，有。啊，之前有过。上菜的顺序是吗？记住了吗？当然没有啊。欢迎大家来到下午茶时间。畲族的下午茶茶点也非常有特色，由油焖茭白、蕨菜等十道菜被称为下午茶十小碟。然后景宁的特产惠民茶于1915年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，有着千年惠民、百年名茶的美誉。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喝到惠民茶的，要通过任务来决定。下午茶，吉与吉。老花了呀！你是老花了。棋盘格中央有一杯难喝的饮品，每队两人出战，通过翻转杯子让饮品朝对面前进。只能直线滑。啊，这比速度啊！我这好难啊！哦，他要赢了，他赢了，赢了！哦，最终饮品在哪一边出界，这杯难喝的饮品就归谁所有，其他人可以享用美味的惠民茶。哇哦！我们一共为大家准备了三种非常难喝的饮料。第一种是苦茶，它的苦度是黄连的10倍。第二种是柠檬汁，用8颗柠檬现榨的特浓柠檬汁。第三种是香菜汁，保证真材实料，绝不添加一滴水。香菜汁，哇，香菜汁好哎。香菜我爱吃。要试一下，真要试一下。很简单啊，你这不能整太大劲儿。哎，别太大劲儿。我们得赢，轻一点，轻一点。哦，你赢，你完全赢。谢谢老师，教练，我还想翻杯。咱们俩翻，咱们俩翻。苦茶吉与吉，第一组，3、2、1。别着急，
激烈。大哥百发百中，又回到了终点。真的很强。放中间，放中间，来放这，来放这。哎，好，陈哥又进了一步。哦，陈哥游戏。哦，陈哥最后一下了，再点，陈哥加油。差一步，陈哥只差一步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哥，还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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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希望。现在就在郑海的边缘。还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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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。陈哥别着急。好，游戏马上要回到了起点。完了完了！陈哥，陈哥就一下，陈哥，海哥你，陈哥，沙哥好厉害哦！加油加油加油！猜一下，猜一下，猜猜一下，猜一下。猜一下，猜一下，猜猜一下，猜一下。八哥，这个真的很强。沙哥，只要是街边项目都很厉害。什么套圈啊？套圈啊！打口袋啊！射气球啊！来看好啊！来，我们送上美味的苦茶。把这个游戏给我保留一下。这个桌子晚上帮我们搬到房间里。我尝一尝。来到当地，当然要品尝一下这里的特产。它的苦度是黄连的十倍。苦吗？哦，还好，蛮好。是不是跟凉茶很像？啊，好喝。那喝完吧。好喝。啊？可以喝一整集吗？这样，你等着一会儿跟大家一块干好不好？对，我等他们一起，好吧？啊，也可以。官儿，只要你不分享，怎么喝都行。接下来，柠檬汁的朋友们请就位。练练亲啊！带我背是不是？我们得赢这一把。得赢，得赢，得赢！我是风暴之手啊，得赢！我们这边都拍拍。啊！请四位准备，三。二一，哎，哎，慢着再扯子 ，OK， 慢着再扯子 ，OK。他们玩的一点也没有激情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悬疑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哇耶！哇耶！耶！悬疑啊！啊啊！强雄呢？悬疑啊！你是卧底呀、啊！
深藏不露啊，要不然怎么叫周深呢？好冷啊。深深再见。八颗柠檬现榨的特浓柠檬汁。哎呦，看着都酸。哎呦，干一杯。哇，你都快喝完了。这时候要做一个动作，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送上的是香菜汁。哇，这感觉也很不好喝的样子。来，下午茶给予集第三组，请准备。baby， 一加一等于几？二加二等于几啊 ，baby？ 哎。baby， 你没劲啊！信哥加油啊！信哥喝！干什么？信哥喝一个！信哥，一点不动啊！信哥，四个！美女可以了，收手吧。不动啊！哎，好，不错哦，好，焦灼，场面很焦灼 ，baby 有点紧张了，啊 ，baby 手抖了，哦，现在现场，好，归零，又回到了中间，马上回到赛点了，OK， 马上。好，领先，排队优势，排队优势，让吆喝，你这缺啥你们了？不动，OK， 好，赛点，加油，好，赛点。我这杯有问题，你是其实是想喝谁的？我有病吗？他这杯都三角形的，你们谁能整起来？好，来吧，献上香菜汁。总感觉像毒酒呢。我闻一下，我闻一下。哇，我爱吃香菜的人我都接受不了。闻一下。你们都闻完了，我咋喝呀？我闻一下。我真不行。香菜汁，我要吐。干了。走。别吐。那身体好。这对啥身体好啊？那不赢了。养鱼呢？快点啊！来，干了吧！来，太爷们了！你把香菜借了。哎，燕子飞进来了！哇！哇！燕子，你是哪里？而且有两只哎，比燕双飞，哇！祝你们幸福啊！好事。